许在认识你之前，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却没发觉特别想你？什么时候忘记了矜持，错过了全世界，却遇见你？表达，啦啦啦啦，虽然谁也没说话，啦啦啦啦，他眼中滚烫的，或者预祝了的宠爱呀，你收到了吗？滚烫的，呼之欲出了的宠爱。